他一直在说他喜欢看的。不要。好恶哦。有一个星系叫想要的。I want you。Hello， 大家好，我是观众。我们今天来到了林德世代的记者会现场，因为这是一个江哥全新打造的选秀节目，会选出最后一个女团呢。因为其实我本身从小到大就非常爱看女团这件事情，不管是 S.H.E 啊，或者是 Fall in Love， 或者是 Popular Lady 之类的，是女团。因为我小时候都想去加入女团，而且看什么《我爱黑社会》啊什么的。然后今天记者会是余湘会主持，然后呢，露露跟汉典会出席，当然会有大咖导师，就是杨丞琳还有潘玮柏。那重点是因为我以为今天记者会是有杨丞琳、潘玮柏，结果今天没有，晚一场。没有，其实其实还是有非常多重要的人。那我们接下来到处都准备了，我们还是帮他们玩一下，走吧。哎，记者会都还没开始，你旁边就这么多女孩了。意思是说大家不要紧张。他们不紧张啊。这个话你们听得进去吗？就是现在叫你们不要紧张还来得及吗？还是已经没办法，都还是会紧张了。对，哎，紧张有我紧张吗？露露算是前辈，在帮汉典弄衣服。对，因为现在只要是说在外面看到比较好看的衣服，然后就打我通牒。也有跟一些这个服装师配的，答应旁边衣服要给你吗？还是不要？他当然要。我以为是，我买。哦，我以为是答应旁边都可以买。平常比较没有时间去逛街，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把它逛街，就算有时间也不给。这套是露露买的吗？还是不是？是这个。这个是，然后里面是大热。对。哇。大家都是保持那个。可以猜的，我猜啊啊！可以换颜色，因为它今天上面是这个，这个衣服，把它搭。毕竟身为女团选秀的男主持人，一定要最帅的登场。对，所以今天是真的是有准备，上准备带一两个回家了。我们找到那个方向，因为是女团选秀，不是。有没有连着？哇！你本来几公分啊？我是说身高。哦，他差点就讲，还是讲什么？16。17啊，171。所以这身高线大概有3公分吗？没有2公分的。哇，你的很高哎。对啊。我会不会看起来比较像？露露还真想帮你服务哎，真的是，人好好。走过去，但是其实我常常都会打工。你说服务费也要？服务费？服务费也会开一张发票？其实这个节目很适合雨珊来担任记者会主持人，因为毕竟她是女团的。毕竟我是女团出身，还没有解散。还没？大家都以为解散了。怎么弄的？好像已经分崩离析了。大家都在不同公司，但我们心没有散。你觉得女团有什么重点吗？所以就是要把自己最佳的实力拿出来。嗯，因为我团员绯闻很多，可以吗？是我吗？哦，不是，是我的团员们有帮助吗？有啊，这样子就让我们版面很多，版面很多。但是虽然说每一次我们可能有新歌发表，然后被模糊焦点，但是可至少记者都会来了啊，對，也不错，也不错，新闻也很棒啊。所以大家平常都挺，所以他们等下可以跟你好好学一下女团的一些技巧。谈恋爱吗？不是，谈恋爱会不要跟我，挺玄吧。你蛮敢讲。哎呀，这个大家什么清楚的。点歌是因为毕竟是这个节目的助教，我们还是有帮露露准备一份快问快答。请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一个形容词。无聊。请用3个成语给汉典主持的一个中部，给你一个中部啊。对，有一个中部。对对对对对，是念故，就是抑扬顿挫这种成语。就是抑扬。这个很好笑，神经病！抑扬顿挫不是成语啊。还是我觉得小心现在找不到的。好，这个20分放弃。讲出。我的一个幸运的数字，幸运不是幸运，这个很简单吧？幸运的数字 ，lucky number。哦，讲英文比较。难道说我会中？是讲什么207那种东西吗？对不对？对，这个答案太简单。对，答案是207。
没错，207代表很重要，有上过封面的。讲出自己本身最有机格入选女团的三大优点。哦，是我女团入选对。女团是我吗？女团。脸蛋是。身高。好，这题答错了。哇。三个有符合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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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找好的找好的找最配许光汉的五大优势就是因为我们年纪就一样是我觉得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脸也其实搭起来很配像我今天要那个有一个公益活动他还分享我的 IG 他说他有答应我要一起去投零钱，就是做手牵手一起去。对对对，他还跟我说手牵手，就是OK 啊这样。然后再就是因为他是演员，我是主持人，是工作上非常的契合。好多，我只讲不完嘞。对，这个影片对他的节目有讲。我只是让你讲一下你跟许光汉有多配而已。谢谢。然后因为。都是许光，可是他一直在说他是许光汉。好恶哦！不要。我也许光汉。好恶哦！我最近有一个新戏叫《想要》。还忘记了。女主角是什么？客家药。哈哈哈哈哈！加一点药，对，想要你，想要你。客家药，加油，加油，加油！客家药，客家药。他们在爱奇艺播，你们在哪里播？我们在爱奇艺播。哈哈哈！爱奇艺国。哈哈哈！爱奇艺国。好，超点火。哎，弯弯，你怎么皱那么多呢？还好我在健身嘛。你胡子怎么变那么多？没错，在戏嘛，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这个大型的选秀节目，你有看不完的女生吗？其实没有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是责任重大，不是在那看女生，我们是真的要给他们一些帮助。对。对，让他们放松心情也好，然后适时要给他们一些压力，教他们长大，等于说是让他们增短了。所以女孩们有任何需求，你都可以帮他们处理的。啊，对对对，在不犯法的。当然了，就是说在表演上面的一个这个指导。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就是汗脸的快乐。没错，我刚刚完全都没有瞄，所以我现在也蛮紧张的。第一题，请讲出选女团的五大条件。坚持，坚持，对不对？要有观众缘，腿长，不是啦，要坚持，要脸皮要厚，就是要不要脸，对，然后要坚持不要脸，然后要有观众，坚持不要脸，观众缘，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大家怎么看你，怎么说你，你要有自信。四点了，最后一点了，五点啦，坚持不要脸，观众缘，没，坚持不要脸，坚持不要，哦，这是两点，这是三点。第二题，请讲出潘玮柏的三首歌。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serious?壁虎漫步，壁虎漫步嘛，壁虎在漫步，在漫步，对对对，阿呆，二四个比例，可以，小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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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笨手，我是小丑，不是小丑，你讲出杨丞琳演过的三部戏 ，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serious? 小丑，二四个呀。不一样，红衣小女孩二啊二，还知道二，最后决定爱上你，对 ，OK 吗？海派甜心，恶魔在身边，请讲出野火做过的五个节目。Are you kidding me？ 这个有点难。Are you serious？ 下播时间。大学生的，大学生的人，对不对？因为有时候野火金星搞不清，傻傻分不清。我们就是问野火，直接问野火。Yes， 问野火 ，OK。Dancing。Diamond， 耶！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个节目未来的收视怎么样？哇，我还是好好讲哦，可以说是扑光虎 ，no， 就是斩服斩杀。我怎么是啊？哎，我们是助教，然后我们讲，我们要有心情，要有成语，一飞冲天，可以。
好啊，今天记者会已经告一个段落，这个节目是陈汉典的新节目，然后今天是陆陆来站台，之后也非常期待会有杨丞琳跟潘玮柏他们导师会陆陆续续出现，所以我个人是蛮期待的，所以希望之后还有机会来陆续来探班。那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把铃铛打开来跟我说你最想看到谁哦，拜拜，我们下期见。嗨，大家好，我是陆陆，在演一曲。